大家好，我们又在听听看见面了。手语是我和别人沟通的主要方式，但是现在的听障教育似乎非常重视口语，所以许多的家长在选择孩子教育的时候会先考虑是口语还是手语教学的问题。那么在谈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口语教学和手语教学究竟是什么情形，一起来看郑兆斌为我们做的采访，请看。嗨，大家好，我现在在台北市启聪学校，看看这些听障学生们都非常的活泼可爱。现在呢，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他们上课的情形，好吗？走。老鼠坐在桥上做什么？一只老鼠以为是大鱼，手手来，大鱼，钓鱼，他就这样子，哎，要钓鱼。至于小学部的学生，我们也是用口语教学，不过我们加上一个注音符号的手语，来帮助学生，使他们能够把每个字都说出来，而且让他的语句呢会顺序呢很正确的说出来，和一般人一样的说出来。国高中的学生呢，我们用的是综合沟通法，也就是说除了口语教学之外，我们还用手语的教学，因为透过这些辅助的教学才可以让学生很顺利的接受了解老师的所教导的东西。拉链，同学们全部说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来教第四课的句型练习。站起来，坐下。好，这是一种命令语气的句子，所以我们叫做祈使句。 OK， 同学们都说得很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要来练习那个祈使句。一般的人一直认为就是说要讲话讲正常的语言，其实我发觉你耳朵把它闷起来的时候，你讲的话也是轻的隆隆的叫，所以说我发觉孩子一定要配合口语手语，因为手语是他们的母语，就像我在讲话也会有手语的打势。我自认为说孩子在两个学校里头，不管如何一定要有爱心，还有家长们一定要配合。含有早有含用早有含电早电感觉说，如果说他们一直停留在启聪班里面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的话，对他们很不公平。因为他们接触的小朋友都是有听障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可能接触的环境啊，都比他狭窄，所以我们还是愿意他们回到普通班。那普通班呢，他们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虽然说他们在接受度上面啊，比他们一般其他的小朋友会比较差，可是我觉得至少他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相处，那在他的心态上面也会比较不会那么的不平衡。救命啊，我快冻死了，救救我！救命啊，我快冻死了，救救我！这样呢，你可以接受我喜欢的乐器了。好温暖啊！你会动的，我放你下来了。啊，谢谢。好，我们今天呢上课到这里啊。星期六呢，希望小朋友呢都不要看稿子，然后再表演，然后你们俩先表演，然后再请你们再表演一次，好不好？好。
现在，当我们参观过手语教学和口语教学之后，一定对他们有更多的认识了吧？学手语可以帮助我们听障朋友之间更明确的沟通，学口语呢，可以让我跟一般人自在的交谈。到底学口语跟手语，哪一种教育方式对我们会比较有利呢？学口语好还是学手语好，到底哪一个好呢？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来宾，这位是师大特殊教育系系主任，特别对听障教育做过深入研究的林宝贵林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特殊教育研究所林宝贵。这位是启聪学校资深的手语老师姚俊英老师。主持人好，林老师好，各位好。那么今天这个节目是为了聋人，所以等一下在聊天的时候，我全部用手语来跟各位交谈，好吗？好的，接下来呢，这位是从小就接受口语训练，目前刚考上师大的周伯年同学。伯年你好。大家好，我是周伯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见面。这一位呢，是过去接受手语教学的陈佩红陈女士。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能邀请我参加这个座谈会，我真的很高兴。是的，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期，听障教育呢几乎都是以手语教学为主，一直到近20年来才逐渐有口语教学的风气，但是呢手语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被淘汰，可见得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姚老师，我想先请教您啊，您觉得手语教学它有什么特色？手语教学哈，它的特点是能够在很安静的环境里面来教学，啊，第二个是教学的时候，老师呢那个表情呢特别的多，啊，第三个就是说在教学的时候，如果地方大，那教学的效果就不好，啊，第四个就是说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呢，因为要打手语，所以呢那个体力的浪费比较多，啊，但是优点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给同学每一科都能够教的比较多一点，啊，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聋学生他的条件比较不好，啊，比较笨一点，但是如果能够用手语来教他，可能他呢也能够一样跟别的同学一样吸收比较多的知识。是的，那么口语呢，我知道在台湾呢，口语教学目前可以说是非常受到重视，像是学前教育，还有一般学校的启聪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回归主流教育。林教授，您觉得口语教学它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呢？口语教学顾名思义，它是用嘴巴来说话，用口，用读唇，用听能，然后来帮助阅读跟写作。那口语它为什么在这20几年来我们非常重视它，就是因为它可以帮助听障者回归主流，可以帮助他们在正常的教育学习环境底下来学习，然后毕业以后他比较
可以帮助听障者回归社会，适应社会生活，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然后过比较正常的一些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职业生活。陈小姐，我们都知道您过去是接受手语训练的，您觉得您从小开始学手语，念书啦，出社会以后，一直到您结婚、生子，学手语啊，对您本身的重要性还有影响是怎么样的呢？以前啊，在还没有进入学校念书的时候呢，父母曾经教我练习说话，是，但是我领悟力不够，所以效果也不好。等进入学校开始念书，学了手语啊，就开窍了。老师一直解释，我就懂了，也增加了很多知识。那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工作，常常会有很多事情啊，要和老板啊、主管以及同事们沟通，就会碰到问题了。是的，所以我觉得最好口语、手语，这都要学。两个都要兼顾。我觉得无论缺少哪一个都会有困难，所以最好两个都会。好的。伯年，那你呢？你从小是接受口语训练的，而且成果好像还不错嘛，是不是？我觉得啊，学习口语啊，比较能去普通班上课，而且懂得口语的人比较容易跟一般人沟通，所以啊，对话训练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增加自己对一般口型的认识。林老师，请教您，您觉得如果只选择口语或者是手语教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缺点呢？先谈手语吧。如果你只接受手语的教学，但是手语虽然它也有优点，比如说手语可以，它的功能有表音、表字，可以表意。但是我们人只有十个手指头，这十个手指头能够变化出来的动作有限，所以手语的缺点，第一个就是它的智慧有限，语汇很少，它没有办法无限制的增加。第三，更重要的就是说，你透过手语来学习语文的话，这听障的孩子写出来的文章呢，是没有关键字，没有机能语，它只有一大堆的名词或一大堆的动词，这样子连缀而成。那它没有办法按照我们正常人讲话的语顺这样子来配合，所以时间上、空间上，那很难一致啊。哦，口语嘛，口语的缺点啊，必须要，学习者本身，哈，他的障碍的程度，或者他的智力、他的学习的意愿，然后有没有其他障碍，再加上有没有专业的师资或者设备的配合，然后小班级的编制，要学习起来也是很困难。哦，原来是这样的，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请问姚老师啊。刚刚林老师所说的这样的缺点，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补充呢？比如说应该加强哪一方面的学习或者是训练？你现在在启聪学校里面，我们幼稚班跟小学部全部都是用口语教学。那么如果口语教学小孩子学起来比较困难的，或是有小孩子比较笨一点的，我们就用口手语教学。那么在国中部里面全部都是用口手语来教学，跟综合沟通的方法，高中也是一样。那么这样以后他在社会做事情，至少能够跟社会人能够有沟通的机会。现在教育趋势已经渐渐改变了，年轻一代的听障朋友好像不会手语的也蛮多的。这样一来呢，我就在想了，如果说有一位听障者他不会口语，像是陈小姐，跟另一位听障者他不会手语，像是周同学，如果说呢他们两个人碰面了，在沟通上是不是会有困难呢？那要怎么办呢？也没有笔，也没有纸，
当然了，也不可能会有手语翻译员，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可以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啊。嗯啊，就像出国旅行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语言也都不一样，可以用简单的手语或者手势来表示，是的，就算是外国人也一样能看得懂。周同学，那你呢？我觉得，如果遇到这个状况，明白，如果对方都懂得看得懂是的话，也可以拿只手啊，用只。一根手指头来写啊，可以彼此的交谈，或者是用丰富的肢体的语言啊，或者是用浅显的手语啊的话，这样的话应该可以粗略一下对方彼此的想法是什么，慢慢来，可以互相交谈，而且也可以互相的教对方怎么使用语言，怎么使用手语，这样的话慢慢来，这样子可以了解。今天我们看到各位来宾热烈的讨论，相信呢您对于口语以及手语教学一定会有更深的认识了。当然啦，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资讯呢能够作为您选择孩子教育时的一些参考，无论是口语或者是手语，都希望我们听障朋友能够在未来呢能够表现得更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各位，谢谢，再次的谢谢各位，谢谢，再见，谢大家好，我是王小舒，今天很高兴又有第二次的机会跟大家见面，希望能以我自己的专长跟大家交换一下心得，互相的勉励，好吗？请听我以下的述说。我知道模特儿这个行业是很多很多女孩子想要进入的梦想，可是这就好像如人饮水的道理，有苦也有甜。当初我踏入模特儿这个圈子的时候呢，会有很多人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他们都不相信，都想听障可以当模特儿吗？那时候我的公司为了帮助我这个新人，他们大力的推荐我，介绍我到很多很多公司，像服装公司、广告平面 CF 公司等等，希望他们能多给我一些机会来学习，可是他们都还不习惯接受我，因为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事，从没想过要用一个听障模特儿，觉得很奇怪哦，又有点不放心，担心影响他们的工作进度，所以我去了好多家，可是都吃了闭门羹，有二三十次吧，差不多半年左右，那个时候都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都没有机会，差一点就要喝西北风，没饭碗，饿肚子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点难过，又有一点自卑，因为我在想，大家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难道就因为我有天生的缺陷吗？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别人可以看不起你，可怜你，但你自己绝不能看不起自己，可怜自己，应该要更努力，面对更大的挑战，努力突破困难，才能够更上一层楼。Oh,
我当初根本不知道他听不到。那么他在台上演排练的时候，那次闭展我们花非常多的时间排练。那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天生肢体语言非常好，因为还有她走路身体的节拍感，因为有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某些人来讲是天生的。我最尊敬她一点就是她毫无心理障碍，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一点。因为听力，当然这个听力障碍是对我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一个怎么样一个伤害，对不对？我们要带着她走一辈子。那可是我看到他之后我心里非常平和，因为我觉得他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接受这个事实之外，他还用很多他的努力跟他的注意力，他去弥补这个缺点。他除了这个有障碍，他接受他之后，我们还可以常常聊这个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他已经不会造成这个已经不会造成他心理上的障碍。我觉得这是他已经心里非常自由。那如果有了这一份自由，他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东西，理解到很多东西。我小的时候，我应该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他们用心良苦。要不是他们把我送到台南启聪学校，强迫我学习说话，也感谢我的导师，他辛苦地教我怎么说话。当时呢，有两种，在学校大部分是手语，但是我在家里大部分是用说话。我觉得家庭教育很重要，如果能够从小赶快培养起练习说话、手语两者一起的习惯，趁着你们在小的时候就学起来比较快，不要等到长大后再学，口语就比较困难了。为什么呢？因为长大以后比较懂事啦，有自己的想法，想要再教你口语，你们可能就会有点不习惯了，会不好意思，也有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了，会想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或是我自己说的不好，就想算了算了，我不要说话用手语好了，我觉得这样不好。所以说小的时候要赶快学好，就算你们现在年纪大的听障朋友们，没关系，现在学还来得及哦，只要你有心就可以做得到，相信我。